建豪看夏天喷肤爱不播种反响领养。建豪你还好吗？八号宣传新专辑火气好大呢。希望再找演艺更好的人来帮你吗？感觉最讨厌的一件事情，我的访问。OK， 谢谢，镜头就结束吗？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再见。直到看到可爱的夏天后，态度才180度大转变。在你眼中，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？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啊。那你抱抱我建豪哥哥啦。不要。碰到夏天，好像整个都融化，声音有变成比较温柔。我吗？我还能男的跟小朋友说，哎，我说，你在躲下线啊？跟两个人互动的那个感觉很像好。要不然呢？需要想什么？仇人吗？哎，相处像仇人的是你的妻子 Risa 吧？两人之前吵得可凶了，现在不知道互动如何啦。我们都待在家，对，把家用稳住，就是不吵架。嗯，好不好？可以去领养。我其实对领养也蛮有兴趣。娱乐动新闻，对，因为这些也是说一说。报道。